啊，各位同学，请就坐哈，咱要开始上课啊。啊，各位乡亲，大家午安，真欢喜，我恭喜大家。咱高级班啊结业啊，啊现在啦，高级班结业以后啦，拢会真侪代志啦，参加咱民政府的活动。即马要甲大家讲，若要参加活动啊。就是咱的服装是安尼啦，安尼是标准服装啦。咱大家若要参加活动时，拢爱穿安尼啦。是哪会爱穿安尼？有诶讲啊，热甲要死诶，哪会去穿即领？南部啊，照常。咱的乡亲的活动拢是穿安尼，因为咱甲流氓政府绝对无共款。这是代表什么精神嘛？咱出来一定安尼，你若无地表伫内底啊，是安尼，你裤带。无甲你限制啦，你要甲什么色拢会使哩？白鞋子，啊，乌西装，啊，乌裤。那你说啊，你穿裙我会使哩啦，吼、哦，啊，那要穿裤，乌裤我会使哩啦。所以讲，我哪会要伫高级班安尼讲？初级班无甲大家讲，因为你都也唔知影以后要来参加咱民政府的团队也无，要做公务人员也无，拢也唔知影哩嘛。你高级班训练了，你有迄个资格来参加，因为咱。当年拢有去日本，去啊拜靖国神社，啊甲咱诶做天皇，诶服装拢是安尼啦。所以恁即马成婚了后，恁家己计划，若有要去。差不多十月遐就开始报名啦，哎，把握你若要做啊，记录恁家己的做啊历史。你以前你若听讲去参加了后，你会使去翕相，互恁后生看，哦，互恁孙仔看，讲你看阿公较早去参加这个活动，所以。爱甲大家讲，啊，互大家了解，吼、哦、是这个服装，吼、哦、啊，当然你会使去现在有诶超商啦，吼、哦、啊，甲迄个叫做大批发商啦，遐吼，那西装买起来我三四千块安尼尔，吼、哦，两束吼三角裤差不多三四千块啦，吼、哦、啊拢也是五千块左右啦。啊！若要来咱遮，咱有咱的动心吼，咧开做这个服装店吼。啊，当然伊个拢无一定会来啦。大家若今有兴趣要做的事啊，因可能甲通知伊就来，伊就来就是安尼一束啊，加送一领裤啦。吼、哦，男士男号称我，伊是这个形态。啊，两领裤，啊，五千块，
哦，啊，这予大家知影，你去台北拢无爱去，啊，但是一定正乌的啊，你袂使讲普的啊，要准乌的哦。哦，你买唔好买唔对吼，啊，买普的，哦，这爱甲大家讲个清楚吼、哦。啊，礼数啊，同款，啊，礼数就是讲内底我会使穿白迄个衬衫，啊，但是免拍的裤带外紧。哦，啊，这大家安尼清楚啊，吼、哦。啊，今嘛，大家唔知有睇到这张啊无？你若有要搁提较一两张啊去介绍，予你的亲戚朋友，亲拢去予因了解吼，就是讲阿伯是安尼啊，伊这有两边啦，咱阿伯台湾的迄个区域分布图啊，可能会安尼规划啦，吼啊，这予大家提转去啊。看啊，甲做广告，吼、哦，这爱予大家知影，因为咱用国际班毕业啊，啊，就是爱了解个吼、哦。啊，即马要来，我所准备我啊一个一些 PowerPoint 啦，搁予爱大家啊了解，咱爱了解这個。咱的主张是啥物？国际班毕业啊，人也问讲啊，恁当时咧创啥？无咱啊，恁我是革命团体，啊无牙签来甲崩好无？咱无绝对无吼，所以讲咱的主张一定爱知影，吼，这是咱的主张。咱是根据国际法啊，予台湾啊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啊，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啊，依照这个万国公法啦、啊，哦，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咱国用的是啥？咱是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括万国公法、国际政权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咱的立场无使用暴力、武力，主要啊，出使予各种的方法，予流亡政府啊，中华民国结束伫台湾的占领。啊，咱的立场对中国的殖民权啊，流亡政府的推动事务，咱无甲合作，甲无配合。即句大家毋知知影无？伊咧办选举，咱有要去选无？绝对无要延长他们的寿命。咱奈无爱甲延长因的寿命，是安那无爱延长伊的寿命？你去选，而因伫世界讲，台湾啊投票率70-80%，这人民都是爱互阮管嘛，安尼敢对？绝对唔对嘛，所以咱拢无爱去选，啊，无爱去登票。人若来甲你招，讲一个理由好听，叫伊也莫去选，莫去登票，予伊的投票率那低50%。咱要甲美国讲，台湾一半以上的人无买。啊！遵守到这个，恁叫来这个流氓政府，大家无爱滴啊啦！这个政府无爱滴啊，我唔知无爱去投票。所以，这个一定我爱知啊！哦，啊，因为今日的咱是闭幕式，所以家拢爱好知啊。过来，咱的宗旨是啥物？咱的宗旨，咱所有的家以后，你拢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拢爱有人民的表率，有诶出去啦，讲啊，这甲政党都同款，穿拖鞋，
啊薄冰冷，啊加粉底下乌白啃，咱一定无共款。绝对，老这个习惯的啊，东西嘛，慢慢啊改，慢慢啊改。咱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一定穿西装啦，无咧薄冰冷啦。你若要食薰，走去边啊去数一下，啊，迄规定个食薰个所在，你就去啊去食薰。绝对无共款，咱个目的伫呾，为百姓设想。咱个施政，咱个各种个情形，拢是为百姓设想。大家。有信心吗？无啊！那么为百姓设想，啊，再来，祝贺你王政府就好啊！所以大家拢有这个理想，大家愿意来奉献付出。我一挂同学，讲张教授啊，张教授啊，啊，都你也毋是咧未得过，啊，咧变遐有空无算诶。我讲那变啥物有空无算诶。我讲我要死以前，要做一个靠意义诶代志啦。希望大家拢有即个心情，咱一定为。百姓设想，安尼好啊，唔好啊？感恩啊！所以，咱叫流氓政府走，人来管理，一定要予咱第二代过了搁较好，第三代过了搁较好。这个目的呢，其他无啥物。好，安尼大家足清楚啦吼。啊，即卖要做予大家看，因为我咧讲，拢有提一寡资料予大家看，予了解。袂讲啊，顶教授啊，你讲个拢嘴角全破了了。啊，我一定有根据嘛。好，我要提这根据，迄毋是我咧讲个，吼。啊，咱。这个是什么？这三例嘛，吼，啊，这里是啊，迄、那个做台湾新闻，伊讲钱怎么用？啊，实际上因都要闹跑啊，啊，要闹跑，我袂甲你开，拢讲尽量开开，甲恁要来接，恁就互恁头壳疼，恁就无爱来接，无这个代志，咱才来思考一个问题。现在那前一位主管，你违法图利他人，啊，拜为你的财产提来赔，你钦差做，钦差违法，虽然有瑕疵，但是没有公平正义图利他人。一定要追溯，啊，变也是安怎，予人变，公平正义做无够啦，所以咱大家拢有足大的责任，以后可能拢落在你们的身上，爱予大家。有这个啊信心，甲这个责任感。你看有偌冤枉，三年啊，四条啦。啊，咱百姓哦，以后出事啊，一个爱负责百几万的负债，看冤枉，偌冤枉，而且台湾出生的人。负责较重，啊，安那呢？
财政部安怎讲？财政部，伊讲啥？这个未必啦，变成啊实质的债务，你都承认有这多债务啊？伊讲这不一定啦，拢在骗啦，是不是拢在骗？做什么代志？官员拢在骗。以前伊做国策局长的时啊，我若捌去办公厅去拜访，啊，可能伊也唔知啊。我去，因为我要办一个国际研讨会，我是讲你是国策局的局长，啊，我要邀请伊来甲演讲，吼、哦，啊，上头讲好，到尾来讲我要拜请经济部长来。到尾，伊才一个惊，就听讲伊面顶阁要人去，才讲，哎，看无惊无时间哦。这个，所以，我看，这大家拢知影，哦，这个应该大家，这个图案，伊用啥？罕见吼。啊，这个是咧讲什么？讲台湾要互咱自治，啊，这是autonomy是啥物？面顶有人呢？我要讲一个简单啊的情形，互你知。李登辉做13年。伊讲要会审啦，啊，美国个讲袂是讲安啦，袂杀你，有啊无啊？啊，这就是啊，你要会审，按了变成台湾共和国，哪有可能个代志？土地嘛毋是恁个啊，啊，面顶要有人嘞，吼、哦，过来，啊，比安那讲，伊要参加联合国，资料拢送去联合国啊！啊，联合国迄个潘希文甲退件啦，总甲退转来，连开也无开。啊，就一个成立一个国家爱死的条件，你台湾甲现在拢无啊！土地是你的啊，毋是啊？啊，边个啊？台湾国的是啊，毋是啊？根本都毋是嘛！人民也毋是。过来有政府啊无啊？啊无政府，外交权有啊无啊？拢甲小朋友20几个国家拢是中华民国甲人签的。啊安尼，美国讲啥？你搁要公投啊？就麻烦制造者啦，是不是？啊边啊？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这句大家唔知有听过无？啊，是安怎叫做麻烦制造者？啊，这个土地都唔是恁的，住伫遮的人要来公道。以后，若咱台湾政府今天的身份证，遮的人叫他公道啦。安尼清楚无？好，安尼大家足清楚啊嘛吼，整个迄个足清楚啊。咱过来看这吼，这是啥物？这吼，这个伫辅大的教授，啊，辅大的教授啊，伊迄天拄啊，迄内遐拄好，我人入去行政院的时，伊也写锁入去啦，所以要去拖一个开一个，讲哇，拢在造假，拢在骗啊！最高行政单位的行政人员，拢在做违背啊良心啊在造假啦！这像你知，一去拖底啊，看到化妆甲翕相出来。这实在
足闹亏，足闹亏啦！这是什么？这啊，这个三月份的时啊，吼，伊只那日期啊，吼，伊只日期啊，吼，这个是二季吼，啊，这二季安尼啊，你看，伊讲叫公务人员安怎，一天啊，都爱点50摆啦。哦，这实在去啊上班8点钟，啊，就爱去网站上，因个网站上去点50摆，啊，要制这个啥来伪造这个讲啊，点阅率对啊，啊，伊就这专门咧骗的，公务人员做这款骗的代志啦，啊，你看，迄是行政机关。是咱啊，流氓政府最高诶行政啊中心嘛，啊是拢啊伫遐咧造假。诶，这个科长拢有来，啊，这个秘书一个小姐啊，讲小姐呢，吼、哦、啊，加一个小姐，吼、哦、啊，这啊，同这款呢。像这款的，恁大家去想，咱交钱咧，互因底下咧骗啦。所以英国的话，学生囡仔啦，唔相信啦。像这款的，啊，这拢证据啊。好，啊，这也唔是我咧讲的，好，这拢我新闻报出来，好。啊！伫遮，我要讲白色恐怖的现行啦、啊！啊啦，白色恐怖现行，迄阵啊，太阳花啊，3月30，大家拢站出来。美国、啊、英国、澳洲、日本。先进的国家的留学生拢出来，站出来了后，外交部发一个通令，吓惊着啊！讲哎，恁外馆啊，外馆都拢住伫，因为我伫国外，我住10几年啦，足清楚啦。因遐拢有甲当地只个侨界啊，啊，拢有往来。啊，因要搜集讲到底是虾米人筹划，虾米人出来参加这个太阳花的运动。啊，伊在调查啦，这种调查，哦，这个调查。啊，所以伫这个时阵，我要有为世界各所在来的少年人有啊无啊？咱现在班上的有啊无啊？多一个，好，请你来这里。啊，请你来这里。咱足感谢一位非洲来的，咱啊啊啊！我私人送伊一个徽章，给伊转去，去甲伊遐朋友亲戚50搁斗宣传一下。我送伊一个，这我私人的吼，直接宣布，那世界的少年人。回来受信啊，闭幕式，那我咧主持的时，一定送一个啦。鼓励国外若看这个节目的少年人，30岁以下，回来专程受信的，我啊，私人啊送一个吼，啊，咱的徽章。
哦啊，所以拜托伊回去，我去推展这里，哦，因为这就是足甘心嘛。在非洲，各家足清楚，16、17点钟，哦，咱大家鼓掌这里。啊，你要讲几句啊话无？我有几分钟？他把给你，哎，3-5分钟都可以。3-5分钟。大家好，我是我叫赖静茹，然后我是从南非来的。大家好，OK， 其实我想，先说一句，就是先跟大家讲，就是说非洲它其实不是只有，野生动物啊，或是只有。就是饿到快要死的小孩子，它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们也有铁路，我们也有那个叫什么好券，就是台北在跑，对，捷运，然后我们也有高速公路，我们也有高级的那个购物商场，所以这些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先进的国家。然后那边的气候也很好，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对非洲就是有这样的观念。我想说一下，说为什么我会来，参加这个台湾民政府？那是因为我爸他其实在网络上已经 follow 这个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已经大概1年多了。然后，他因为他其实有来过，然后只是因为他没有去报名，所以已经就被警卫阻挡在外。那他是跟我说，其实他很希望我们像。我们年轻人来，那其实我们家有4个小孩，那结果到最后他只劝到我先来这样子。那他那时候是说，那时候我其实对政治，就是对关于这方面，我没有很想要去，我不想要去碰政治这种东西。那我可以关心政治，像我也会关心南非的政治或是台湾的政治，台湾的一些走向，可是问题是我不会想要去碰。所以他跟我讲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想要去再多去了解，我都是听他这样讲而已。那去年12月其实我本来要来，然后机票也订了，只是因为一些问题，所以就没有办法来。那这一次我是就这一次就真的来了，然后也是下定决心说，如果不了解的话，那还不如就自己就是亲自来看看，不要看，比如说我就去 Google， 然后我就去 Google 上面就会写说，台湾民政府，然后就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负面的消息，说那是诈骗集团，然后这个是假的，就是一些很负面的一些评价。所以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相信我妈还有可能是我姐吧，他们也会看，然后就觉得说这是诈骗集团，你为什么要去相信？那后来去看官网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说，那如果我爸他已经 follow 了1年，然后他也说你就去，反正你觉得有天下有哪个父母会害了自己的小孩子吗？那所以因为这样子，那我就决定说要去，因为我觉得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然后我又不来的话，我可能一错过的话我就会后悔，我可能之后就真的会后悔。所以我想说，那就当做如果真的是被骗的话，那也只是被骗了16000，再加上20000多块的机票钱，那钱再赚就有了吗？所以就是这一次就决定来参加。那其实透过这我上过初级班跟这个高级班，那其实我们在南非的时候，我几乎不会去碰触到台湾的历史，我们当然就是读南非的历史还有其他国家的历史，可是台湾的历史我是没有机会去接触的。那听到的也只是像我爸妈或是我阿妈，就是片面的在那边跟我们说以前台湾怎么样的一些历史。那今天就是初级班跟高级班之后，我才知道说我原来我曾经我出生的这个台湾，出生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地方，曾经的历史还有这个真相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并没有很难去转换那样的观念，因为对我来说他以前你们所读的那种历史对我来说没有很深入在我的意识里面。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那
其实我来的时候是听我爸说这边福利有多好，然后说一定要我挤进就是四千名里面的那个名单。然后我想说 ，OK， 他是希望说一个女孩子就是还是要有要有个保障，就是可以保障你的人生啊，就是对自己有保障。那我一开始我是真的是因为这个而来。然后想说，那我就是也是试试看。可是经过这个之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对我来说，保障有没有保障已经没有很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说有这些保障，或是我有得到这些权利的话，那是很好的事情。可是，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去知道台湾这种真相对我来说会比较重要，而且我会其实会希望会鼓励我的朋友，像我朋友说你上课怎么样，那我就会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来参加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觉得你可以来听，然后是你在国外不能听的话，不能来听的话，你也可以去上网，然后真的去了解我们台湾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那还有时间。没有关系，你要讲。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像我们虽然有这么多的福利，像我这一次有点发现说，南非的那种以前白人欺压黑人的那种种族隔离的时代，有点也没有说像台湾那样子，可是在某些方面还蛮类似的，因为我。在南非的时候，我是1994年，那时候是刚好就是政权在，从黑人那边，黑人开始掌握政权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是大家知道曼德拉，他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叫做塔塔，在他的族语里面就是爸爸的意思，我们不叫国父，我们叫爸爸，就是比较亲密的一种称呼。那他在这个转换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说因为我们黑人一直被欺负，所以呢，我们就是等我们执政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权利全部抢回来，我们就是要去打压我们的就是那些曾经欺负过我们的白人。可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更去包容那一些让黑人呢，他掌权了之后，可是同时还可以去包容这些曾经欺负过他的人，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很伟大的一个人，对，因为他其实在这个政权转换的时候，他却没有树立任何的敌人，大家都很尊敬他，他就是一个和平的一个典范，对。那我是觉得说，像我们在如果说台湾民政府真的可以 offer 我们这么多的福利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说。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说，对，我可以取得这么多的利益，这是我的权利，我当然是要回来。可是，如果说，因为其实人生有一句话就是说，人只有使用权，人对自己的人生只有使用权，他没有所有权。所以你其实人死了，你这些东西都带不走啊。所以如果这些福利的话，你是可以拿来去做更好的事情。比如说像帮助自己，帮助自己的家人，帮助自己的朋友，然后再帮助那些你不认识的人，就是帮助这片土地的人，在这边生长的人，这样才比较有意义吧。这也是台湾民政府，我的想法，这是台湾民政府成立的这个一个意义，就是为了要帮助在台湾的人民，曾经受过苦的人民。在台湾，对。谢谢。那你有没有取得那个我们的那个身份证取到了没有？有，正在已经取到了是吧？我们有在申请。啊，在申请了是吧？那条件都符合嘛，对不对啊？应该是吧。对，恭喜你。谢谢。对，我大概就这样。好。我们再热烈的鼓掌他。我在这个地方在呼吁全世界的本土台湾人的第二代都回来受训。那么如果在30岁以下的高级班通过，我私人还都送一个纪念品，像他一样啊，我们送给他啊这个徽章啦，这个因为
这个徽章我们要买是500块啦，啊，但是你送的你的意义是不同啦，但是我只要说呼吁世界上本土台湾人的父亲啊长辈，鼓励你年轻人回来受信，这个也是台湾的希望。这样请大家也为自己今天来上课人自己鼓掌。你们都有责任跟任务去做这些动作。你亲戚在美国，你就打电话，现在打到国外啊，也不一定都要用花费那么多的电话费，有时候都免费，所以赶快以这个徽州回来的同学为例，这个他在这边的报道啊，把他带回去告诉你国外的亲戚朋友，国内的也要拜托大家来办身份证啊，来受信。那么如果啊，当然我们还知道我们有两位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我们也请啊，请他起来，大家跟他鼓鼓掌。我们希望下次鼓励他的啊子弟回来，我在这个地方宣布，以后30岁以下的，我一定会送。好、哦、啊，要回去啦，都带着几张回去。哦，行李的过，如果不会超重，你要多少张，我们都可以免费送给你，带回去马来西亚分配的一些朋友啊，带回去啊，到徽州啊，给一些朋友。那这个就是要跟啊大家拜托的。好了，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流亡政府啊已经怎么样，已经因为美国告诉我们军队他们来处理，美国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一直在处理了，连什么也要处理了。大家看看海军陆战队是不是在三军里面是最强的，最强的就要裁撤了啊，是不是因为修啊都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学员都有现役的来这边受训，他们说我们部队要解散了啦，他现在没有先赶快来啊，到后来他没有工作做了，所以他们比我们更清楚。阿你来参加有价值啦无啊？啊，这那不是我讲的啊，大家这拢伫遮。我讲咱3年4兆，这都是啥？这都是啊，郭冠英翻版啊，谢启大家己辞职啦，家己见笑，人都查出来的天津
要是仲裁人。什么叫做仲裁人？知影人亚手一个好无？一个，好好。我乃是仲裁人呐、啊。仲裁人是专业人士，还是律师啊？还是检察官资格的人，才会使参与啦。啊，那不是检察官甲律师啊，必须经过仲裁人考试。我那是。因为活到老学到老，我来去参加仲裁人，我来去考试啊。我们在啊、行政院那个啊、法务部，我们都有案的。啊，你去查仲裁协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仲裁协会也有我的名字在，我是仲裁人。啊，那个谢启大。他也是仲裁人，他在天津还有登陆。你不是他们的公民，哪里有可能给你登陆？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伊安尼判死，赶紧辞职，较袂搁较闹气。伊讲无啊，没有中国籍啊，伊去啊十。听讲十年啦，好啊，这是予大家知影，这下啊，这来足闹鬼的呢。今仔日的报纸，检察院查落来讲啊，迄、那个任用人员呢，在第一次在学者啊，是在评分啦、啊，分数较低啦，到尾还阁予主管。主观跟占50%啦，啊！伊要用什么人就用什么人啊！但所以这拢是安怎？咱会使安尼讲，这就是违法图利他人，这应该有的人啊，那是遐要做。有的人咱咧讲讲啊，遐有当时啊，咱。无要用伊啦，伊若较坚强的遐律师，遐要做啥？听讲民进党遐有律师资格，他联合去告，图利他人，啊，确实是图利他人啊，啊，这是违法的代志啊，吼、哦，啊，这都我大家看，民进党我大家点点点无啥，可能无啥咧欢迎的款，啊无奈拢无人去出手去处理。咱即卖过来看，现在我是安那拢要鼓吹讲30岁以下拢来。咱希望啊，那30岁以下拢来考军校啦，拢来考军校。咱第七届考军校，咱即卖过第八届啊，要阁考啊。咱的考试吼，你看足严格。啊，咱的要做啥？录取迄个百分率啊，我无悬的，甲高考差不多咧，较早咧考大学吼，的录取名额差不多呢。我咧感觉讲，阮迄阵咧考大学，我是10%呢。10%而已，啊，这若是差不多10%而已。第八届6月初7，啊，这考到就啥？你阿伯啊，就是有馆长啦，等于现任类似现在的县长的迄个资格啦。馆长现在啊，嘉义市啦。啊，就是嘉义县啊，类似这个县长、乡长这个资格来看大小吼、哦，所以希望有兴趣的，干那来读新台湾论就好。我即马作答
先甲大家讲，恁大家要来考选择题先写，选择题120条先写，因为伊迄种标准答案1、2、3、4，你填个一填个三，迄种正确的。是非题80条，才慢慢啊写。那安尼讲，因为迄考题啊，我咧出高等考试。我是高等考试啊，做过审题委员。我咧看题目，头啊对，后壁哪会对呢？咱只试题啊，头啊对，可能后壁干啊一两字啊唔对，啊都唔对去啊嘛。啊有诶讲啊，即看拢对，啊那咱迄、那个咱现在考前部咧。因为我审查这个题目我都看头啊，那对啊，后边那唔对，咱都爱去甲改。咱的选择题唔是安尼啦，头啊对，后边都啊唔对，安尼都唔对去安尼。你莫讲我头啊对，我较袂，咱我较简单的例子，有个人拢会忽略。咱讲，咱是根据，我们是根据。啊，国际法，啊，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是日本政府的，对不对？哦，安尼你看，安尼讲，不对啦。所以我讲这个例，予恁参考吼。所以讲选择题较慢做咧，较慢做咧，你较有这个去思考，吼。不，是非题较慢做，靠。希望有兴趣的，这个时间来考。6月7日，吼、哦。当然，逐个月拢有咧办啦，逐个月拢头办一期啦。哦，啊，大家切时间啦，吼、哦。啊，这就是甲大家讲，咱考到到这个资格留咧。以后要用，才去用，哦，拢无要紧。无限年会，啊，无限年会，咱这拢无限年会啦吼。啊，我着甲你讲，咱呐要去写历史，创造自己的历史，都爱把握12月21日哦，12月20日遐啦，就出发啦，去靖国神社。啊，去靖国神社，咱一届出来拢百外个，大回出来。啊，这个期啊，三拜拢入去天啊，咱去压入去天龙。事实上，遐其他期啊拢未使入面呢。以前啊，咱拢三年以前毋捌去，拢全一切拢这个期啊。咱即满入去了后啊。只有咱的这个机啊，啊，咱给大家看一下吼，这只有咱这个机啊，吼，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啊，咱就是要甲大家讲，希望大家回去一定爱做两件代志，第一叫一个来申请身份证，初级班的身份证拢放给大家看嘛，对不？这去美国拢会用你嘛，吼、哦！啊，咱时间上啊，咱无要阁办啊，吼、哦！啊，即卖就是讲啊，过来就来受训啦，啊，这要拜托，吼、哦！啊，这大家去想嘛，为什么干那民政府这个局啊会得入咧啊天龙，和大家去思考啊，有什么问题嘛无？无安尼，因为时间上啊，咱也无可能阁啊阁讲个，因为泡泡话真济吼。那这有要带回去的，别使回去怎啊会去包槟榔呢？啊，别使去啊，咱爱去做功德，从这回去啊爱去啥？去介绍去宣传。啊，那无的，咱来吃较啊怎啊？诶，门口遐有恁要偌济，啊，互恁偌济，感谢大家今日到这，感谢。
啊，各位同心，这个人课程到这为止哈，啊，请把你的椅子拿起来坐定肯，好，请把你的椅子拿到桌子上面放，啊，等一下先去门口守卫室那边换号码牌哈，等一下记得要去门口守卫室那边换号码牌。好，有开车的同心回家记得开慢一点哈，啊，祝你们一路顺风，谢谢，好，记得要换号码牌哦。